吃早饭啦。那你耳朵多？嗯。这是在下雨吗？这是雾，走走走。有那个热水啊，面包啊啥，电影啊。他们到了吗？他们到了两个。你先吃口吧，他们一会儿来了。今天是运动女孩。对。可以。你试试，特别紧。看我的表演。谢谢。我这个筷子是干净的，我就直接来。这件完全不同的。哇，好好看耶！这就是个黄人儿。很好看。真的吗？很别致。我觉得这个蓝的也好看。我觉得你们都很好看。你们这个土气。不好看吗，李志啊？土气啊？不好看吗？你这个吗？嗯，好看啊，好看啊。我的最难看是不是？怎么那么像小学生？那好像有这么一丢丢，没有那么好看。完了，造成我巨大的心理压力。我想穿他那个。啊，你想穿我这个？啊。那我不跟你换，那个太丑。我还真期待你说跟我换呢。干啥去了？你穿白色蛮好看的。谢谢。哇，太绝了。它里面可辣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不敢看。这个亚男。哎，我带了吃的，我等下回上去拿一趟。我带了明天吧。我带了蓝莓干。哦，帅呆了。哦，帅呆了。哇哥，为了一个女孩去换了件外套。咋了嘛？从一个很土的换成一个更土的。在磕 Rock 和荔枝的糖。 Rock 本来里面穿了一件衣服是跟外面的衣服颜色差不多的，然后后来就给他换了，里面换成黑的，然后 Rock 就问荔枝好不好看。我现在开始赌他第四站了。你赌 Russ 啊？ Russ 我们呆四，我呆必须得是四啊。吃饱了吗？来。